卫生部计划在今年12月底之前呢，或明年新学年开课前，达到80%青少年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。根据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纳杜诺阿兹米，截至昨天，有308,000名的青少年接种了第一剂疫苗，沙巴人数最多，以118,000人位居榜首。诺阿兹米昨晚接受国营台访问时指出，政府是在昨天才启动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，但一些地方如沙越、纳敏和沙巴已经率先为青少年接种疫苗。沙拉越有88,000名青少年已经接种疫苗，吉达、吉兰丹和柔佛接种的青少年超过10,000人，纳敏2,500人。如果学校的学生人数超过1,000人，卫生部将安排在校舍为学生接种疫苗。但是如果学生人数比较少，学生将按照预约到指定的接种中心接种疫苗。卫生部希望在11月底让60%的青少年至少接种一剂疫苗，接种群体也包括没有上学的青少年。此外，从明天开始，部门将按照时间表实施青少年登门接种疫苗的措施。